旧历过年就要到了，面对垃圾量来增加，宜兰乡垃圾转运站向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借用的清运怪手，已经使用14年，加起设备道具。伫个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协助之下，宜兰乡公所争取环保署500万的经费，采购全新的怪手，希望提升清运垃圾的效率。为了要趁换老旧的怪手，环保署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下乡来了解状况。宜兰乡公所清洁队表示，年关将到，垃圾清运量增加，希望争取经费来改善。咱的卡拉机吼，经过咱的这个十几年使用，已经来报废吼。过来，咱嘛甲这个咱的南投县政府吼，来借一大笔单，嘛已经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吼，嘛已经这个较年久吼，伊的效能吼，嘛无都发挥了真好。今仔日吼，咱特别感谢邀请到咱环保署的科长来甲咱宜兰的这个垃圾场的现场吼，来甲咱关心以外吼，上加要紧的咱真感谢因吼，赠送一台这个补助，咱一台这个新的卡拉机。经过会勘了后，环保署认为这台已经使用14年的老旧怪手，确实已经超限使用，会尽出来补助一台大型的卡拖机。那我们今天来现场看，确实也了解到这个设施确实是比较老旧。那我们评估哈，初步评估应该也会来协助公所这边补助布新的怪手，来让他们做好这个垃圾转运站的整理的工作哈，让这个垃圾的去化可以比较顺利。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争取中央的经费，和垃圾清运的工作提升效率。那个垃圾转运的挖土机的部分哈，这个部分都可以提出申请哈。那我们也建议那个公所这边提出申请之后，我们转给环保署来申请补助。那这个部分环保署对于这种设施的改善哈，应该都会进行补助啊。至于有关配合款的部分哈，这部分我们也县政府也会尽量来协助提供帮忙。农历过年将到，面临垃圾量增加，宜兰乡民代表会全力支持公所争取经费，提升垃圾清运的效率。咱的垃圾场吼，咱的重型机械吼，咱的卡拉机吼，已经使用多年吼，因讲是不堪使用吼。这次吼，感谢咱环保署吼，甲咱补助咱全新的卡拉机吼，让咱垃圾场会当正常运作吼，来改善咱这个周边的环境安尼吼。在中央地方全力配合之下，相信宜兰乡的垃圾转运站会当减少年节增加垃圾量的负担。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